等下小吃呢，伊有翕一张照片吼，伊讲伊在现状牙孢杆菌吼，还可以用吗？他们跟我看到迄张相片，我实在是不怎么喜欢，我 <laughs> 觉得毛毛的。<laughs> 嗯，<看>这个毛毛这个相片吼、哦，起来的、就是讲啊，也应该我去堵着注意嘛。啊，他、欸、诶，啊，怎么会？这个是长什么东西出来呢？哦、啊，觉得毛毛。哦 嗯，这个物件是虾米款？诶，好像怎么会变变成这个样子？吼、哦，这啊、个呃，这个、应该是。 诶，我要问一下哈，提来学校问一下，这我没看过哈，但、就是讲呃，伊个这浓度做管呢，这经营其他，然后它产所产生呢，因为它是细菌，然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东西哈？呃，这个这个我是看怎样哈，这诶、个呃、可能要问一下哈，这个不太像是蕈状芽孢杆菌的样子哈，呃，但是我感觉讲你靠应该用掉，但是为什么？ 我还是怀疑哈、哦，这个部分因为啊，呃、的一个一、哦、个它细菌哈，伊无迄个子实体产生。按他这边有点爱讲，所谓真菌哈、哦，这个真菌呢，菌菌吼，一路伊也是看有有者子实体，子实体的是讲像迄、那个。 啊，即、呃、种诶、欸，那个叫像香菇吼，吼、喔，即种物件吼，有时候它会有这种有微有诶无啦吼，但是这应该是无啥咁款吼，所以你这诶、欸，我是觉得较紧嘞吼，改、喔、用用咧啊。 呃，那是单有栽培吼，垦垦类产地，应该大概呢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呃，这个是我倒是真的没见过哈。这呃，咱各各门鬼料呢，看看咱就一就比如这回答吼，这呃，基本上。 菌吼就不太容易坏吼，等、就是讲你个坑嘞，啊。有时些就是啊，有可能是这個杂菌感染，然后它就因为咱这个菌来滴哈，并讲一个来一个成分来滴呢，其实它除了这个蕈状芽孢杆菌、芽孢杆菌以外呢。 呃，以够其他即个营养啊，即个营养如果是刚好某一个吼，这、哦、你这应该是真菌吼、哦，就是某一种真菌，它刚好喜欢那形状，怎有可能呢啊得到即个营养，然后它又适合迄个环境，伊的怎大起来，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这这应该不是即、這个这个东西，应该不是蕈状芽孢杆菌，好、哦，可能 伊这物件有真菌去甲伊做一下感染，因为我的想法是因为即个啊芽孢杆菌不会长成那个样子吼，咱后边讲啊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的是像迄种呃金浆菇度被捕出来迄种情形吼，所以这个不是这个菌状芽孢杆菌吼，即种的类似这种真菌爱都捕出来吼，并讲像金浆菇度捕出来的时候呢，一个一類,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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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个子实体这种物件吼啊、呃，所以这应该是啊，刚拿。 是，我是感觉讲修改啊，倒落去产地吼、哦，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吼、哦，就大概也是安尼啦吼，再、哦、互你小做些参考的嘞吼。哦